民众到便利商店买鲜食都会加热，但是有几项的食品是不能直接微波加热的。有超商店员就在网络发文点名，包含了茶碗蒸、毛豆、糖心蛋都是不能直接微波加热的。而网友也提醒了，食品外包装上都会标明能不能直接微波，千万要特别注意了。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